帝王蟹在镜头前生龙活虎，接着又搬出日本生蚝、超大土托鱼、活跳跳海鲜，一只只大方摆在荧幕前，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在一分钟以内要喊我再不重抽哦，这叫游戏规则哦，哦，朋友啊。四台摄影机同时录影，竞标过程有争议，马上回放，连包装也要全程监控，亲自坐镇带动拍卖气氛。他是活体海鲜负责人蔡志祥，他也看准网络商机，找来专属主持人培训海鲜知识，一天在脸书上举行两场海鲜直播拍卖，高级法国蓝龙虾、帝王蟹全部零元起标，让网民抢得不要不要的。我们都一直走在我们这个传统产业的最前面，从自产自销、到餐厅，咱鱼仔了回来了，入咱的餐厅哦，入咱的水产哦，咱直接就加餐厅也卖掉。这些传统产业一直没落的情况之下，这一定要一直求新求变了。13岁就在海上打滚，蔡志祥练就一身捕鱼的好本领，也懂得在时代浪潮中找到自己定位。除了亲自到澎湖海域捕获，他还从国外进口各式活体海产，龙虾、帝王蟹，在飞机上睡完一觉，到了活体海市活蹦乱跳。咱这的种类哦非常之多啊，中海类的都十几种啊，较出名的是咱的锦绣花龙虾、波士顿龙虾、法国蓝龙虾、海战车，这较出名，还有咱的明虾，这是咱较出名的物件。金马类的就帝王蟹、松叶蟹、毛蟹、爱尔兰玫瑰膏蟹，一个沙冈沙帽。你若讲贝类是台湾的粉鱿啊、海龟子、韩国来的大蛤、马来西亚的大蛤，啊，搁咱日本的北极贝、日本的后岸生蚝，咱现场的贝类啊，差不多爱有十几种啊。现场这物件是会当讲应有尽有啦，哦，绝对会当让你满意。市面上有在贩售的东西啊，我们差不多啊80%都有啊。活体的东西，我们这边是中南部最大厂的活体供应商。活跳跳的海鲜不只可以送到府，也可以直接到现场挑选，让专业厨师替你量身打造美味佳肴，享受产地直送餐桌的鲜甜滋味。我今天吃焗烤龙虾，它的虾子很鲜，然后很 Q 弹，我很喜欢，很香甜。我们是家族聚会嘛，然后也常过来这边，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那个龙虾火锅这个套餐啊，还有一些这边的海鲜料理，基本上这边的海鲜都不错，都很新鲜很鲜甜啊，活蹦蹦的，所以说跟一般外面的不一样。顾客可自行到养殖池挑选中意的海鲜，制作专属餐点。蔡志祥也不忘研发新口味，秀出自家海鲜美味。现在咱秋冬限量的现在长肥长好吃，比脸大的土豆鱼，秋冬季啊，咱现在有开发一个姜母鸭口味的帝王蟹锅吃起来很好吃它的脚可以做炭烤它的头我们可以把它吹软，这是韩国大蛤，它特别的战车沙西米，这就是帝王蟹的脚在做沙西米，再来就是成骨大明虾做的沙西米我们的花龙虾生鱼片，这个是西雅图大生蚝。蔡志祥的料理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海的波涛汹涌，坚持献上最新鲜最好的海产，不只是对顾客的诚意，也是他对海洋的敬意。呼吁到的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我们广大的消费族群的朋友可以吃到最清的鱼，包括一些无毒的东西，因为现在市面上充斥的海鲜大多有加一些防腐剂跟一些保鲜药剂，那是都对我们人身体不好的，我们永丰就是朝向这一块在做，就是坚持无毒。从小竹筏到渔船队，蔡志祥一步一脚印打造活体海鲜王国，未来他要以同样稳健的步伐继续在台南开拓属于自己的传奇路。